鱼竿还在开手电筒。求救信号！对呀、啊，这是摩斯密码吗？开手电筒，这是心机效应呢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摩斯密码，快抄下来！被卡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卡在神秘的三角中。等一下，他在打摩斯密码，我翻译一下。我你同学啦！你根本就不会，你同学啦！哎呀，点点关关，我是同学啊！你闭嘴啦！打死他！我去找一下我菜刀放哪里。琉璃台。我给一个飞刀，然后他就死了。飞刀？你说 murder 吗？你好幽默，天啊！另一头找。欸、我 murder 超强的啦、欸！你们出来啦！你们不要进去啦！离我进来吗？哇塞！你这菜渣也是很猛啊！这里没有东西啊？为什么你的破图那么奇怪啊？我不知道，一堆人呢、欸，我不知道谁啊，还有一堆西瓜，奇怪啊！哇，菜刀没人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对啊，这谁啊？